们要听背景音乐吗？那我给你们放吧。三四来了，等我先升三级，不着急的。暂时还没走。好了。就选了一单身上对着 AJ 好了。哎，一单猫咪的可以了，三猫咪。就让这大雨一直狂下，一起上吧，我的爱宠们。去对面野区找对面打野去了。找啊找，野区野区走蘑菇，走蘑菇去喽。这边是直接 Q 他一下，往前追，闪现直接给 E 就好了，摸一下往侧面放 W， 再摸一下给眼，然后 E 他身上增加个外伤，直接摸三下。先 Q 一下，直接 A 就好，再 A 他，再 E 一下，一个蜘蛛侠给我轮放，游戏结束。你们喜欢玩 CAP 阵容是吧 ？OK。换 E 的时候用 E 躲，在这个地方直接走就好。但是这怎么 E 到我嘞？哇塞，那么远的距离，这都能拖到我，高手啊！音乐不是有吗？我一直开着的呀，这比较小，很多人睡觉听不得音乐的。等你们一下，他的兵线崩了，已经线崩了，他线推不过去了，已经对面野区经济全给偷了，那你喜欢打我？先升五级，我就知道找下路就好了。能等一下吗？我没有升五级，五级才有伤害的。砍不死 ADC 的，给个灯笼。
别急，这边 Q 摸一下，给一些，杀德莱文就好了。再把格杰打一下吧，不怕三亚斯的，三亚斯伤害不够。但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一下流浪，流浪的话会把我定住的。音乐的话就是要你们听不到，我能听到，然后我可以唱给你们听。这不就往下走？平时选择闪现一闪去追就好了，可以追的，没关系的。依他走位，这是给一剑一猫咪。回来之后把装备更新一下。然后出装的话呢，还是一样的。我们第一件装备的话，还是选择去出这个，还是选择去做推推棒。请你别变成人格，歌只是一个传说，虽然歌不曾寂寞。直接追着 A 就好，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一 W 摸 Q 轮换，又 Q 不到他了。我三下平就把三亚斯快 A 死了，这三亚斯懵了已经。他一辈子没被一个蜘蛛这样 A 的。每一个传说都会被时间推说。把对面的小技打一下，再把对面的一个红拿一下，冲！对面红还在的，耶！这个旗子是个人感觉。我的。他放 E 的时候 ，E 他身上把他 E 躲了，追着 A 就好了，给他定，来你定我定你来。给我进行收，我想回家的。卷轴要烧掉。蜘蛛 A 人很疼的，每一下平 A 有54滴血的额外伤害。然后蜘蛛形态 E 到敌方英雄身上可以增加40%的被动伤害，也就是说63滴血再加40%，再加24滴血一下平，也就是84滴血一下平，然后加上普通攻击70滴血，而且我们攻速又快的 ，AWA 瞬间一下把他 A 懵了。这是为什么蜘蛛这个英雄可以出纳什家的原因，但出纳什家的话太容出率太低了，容易被打死。先卡视野杀对面三亚斯就好了，推特曼把仙宫先破了，预判他 E 他不交，这边 QW 他带走，在他身上乘胜追击，你看瞬间秒，看到没有， A 两下一个 Q 直接秒，把这边的一个重庆比较冷啊，他这个天气容易变的，有时候热有时候冷，我来帮你的兄弟，每次都是对面人来帮你。这边打一波双野怪的，一直在打架。他的英雄遇到蜘蛛，这英雄蜘蛛比他还要绝食，但是刷野比他快。为什么不玩蜘蛛要去玩塞拉斯呢？我就有一点搞不清楚这个问题。就很多人喜欢玩去玩塞拉斯打野，都不喜欢玩蜘蛛的。
猫咪好像不见了，跟 Q 推对半 W 一他身上把他一躲了，一个平一个 Q 直接秒，然后直接一下两下三下先点灯笼走，我 A 不到人了，我的天，我真的在 A 他，但是 A 不到了，鼠标不见了。CS 主 Q 不慢吗？不太懂，反正我们蜘蛛好猛。就让这大雨一直狂下。那我下次也可想去玩一把 CS 打野。我想玩一把 ADCS， 我上次看到他攻击力100-150的加成，我想玩一把 AD 试一下，有机会去玩一把 ADCS 看一下怎么样。来先推断撞一下，给异形预判一下，没中没关系，一旦身上直接秒了就好，先 Q 他一下再 A 一下，往后走然后再往前追，先 Q 小兵吓他一下，摸 Q 一下，给个异形的，看谁是勾了。OK， 把小猪收起来，野怪经济收一下不止。CS 的 W 我们蜘蛛嫌疑可以规避的哦。给你们讲个小秘密，叶师傅已经试过了吗？是吗？好厉害吗？因为他150的攻击加成且不是无敌，我当时看了一下，闪现，可惜啊，他 W 用一躲，推特半先撤，小躲位扭一扭，哎呦，这猫咪躲在里面吓我一跳呢。这狗头怎么长这么小啊，而且它不开大招取的。我有点看，我已经分不清队友跟对面了。又得打上路下了，一刀上直接一个好，一下两下三下就直接没了，这边红可以打一下了，我觉得对面应该不会十五头，你们信吗？马上16了已经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去跟他们讲15可以点投降了，他们肯定要点了，他们可能有时候打游戏会忘记时间的。耶，推断把先攻破了，真的好稳啊，他不放E系的，正常来说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往后放个E的，放E他就死了，往前走，不好杀，1150还差400经济出装备，如果能拿个人头我回家刚好可以把装备更新一下了。一刀躲在我，隔墙帮他打点输出，坏了。
对吧，一大师让你直接追就好了。大区在左下角，可以自己看一下。把这个龙马，把这边下路破了吧。其实我觉得蜘蛛阵英雄打什么段落都是一样的，只要能顺风。遇到了，打不动我吧。好，把这个猫咪给 A 死，干啥啥不行 ，K 头第一名是吧？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不烂了，不烂了。这水又好，上车节目效果拉满了是吗？偷野怪是吧？你确定要打？你会发现我好肉啊！阿克里也要打。杀我，你看一下我什么装备好不好？我要是有谁有这么有节目效果，我早就火了，是不是？你验做一下，我现在已经有50多点的法穿了，这个可以穿那个9点的法穿。下个版本的话，这个要加强，到时候我们就出这个装备，穿20%，越早出越厉害。追追呀、追，追到我疯了，追追。就带走。对半减速一下，勒就好了。他打不动我呀！哎，五杀五杀哥 ，bam 他 Q， 老木了这猪。我只靠自己的实力拿了5杀。